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和 Twitch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影片是跟大家分享两组兑换码哈。好，第一个兑换码是 NILBGUIKEY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铜钱3000，然后十字印一个，魂光30个，超级历练丹3个。好，另外一组兑换码是 MI， 这个我们兑换一下啊 ，MINGSUOBUYUE。好，然后这是哪一个？怎么两个都一样的？两个是一样的、哦、OK， 看起来两个是一样的。OK， 都是一样的。铜钱3000，时间一个，魂光30个，超级历练丹3个。OK， 一样的，还真的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是一样的吗？没有了。真的是一样的。OK。这总计是这样，你总共拿到2个十字印啊，魂光60个，超级历练丹6个这样。OK， 好。然后大家打兑换码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们记得，不要只是复制我底下那个的兑换码哈，你们自己打，这样我看比较清楚吗？为什么一直点不到这个？你们自己打那个兑换码到你的那个手游上面哈，或者是你用复制完之后删掉一个字，再自己打一个字就可以了。不然之前有些人说直接复制贴上没有用齁。好啦，那今天这影片都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各位。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